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飘飘。现在呢，已经过了零点了。那其实呢，此刻已经是大年初一的凌晨啦。那现在春节联欢晚会还在播放着。作为南方人的我们，其实每年呢也会观看啊，因为不观看的话，总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。有很多朋友问我，上海过年可以放烟花吗？其实我这边是可以放的，因为我这边呢是属于上海的外环外啊。那在上海的外环外是可以放烟花的哦。那我刚刚呢就录了一段我们这边五彩缤纷的烟花秀，大家随着我的镜头一起来感受一下这浓浓的年味吧。好了，不能放烟花地区的朋友们，刚刚是不是跟随着我的镜头也一起感受了这浓浓的烟火气息呢？在这边呢，飘飘祝各位家人们虎年吉祥，福虎生风。今天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边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